小叶，你知道张艺谋要来给我们评奖吗？傻瓜，不是我们啦，是影视奖金熊猫奖。本次金熊猫奖设电影、电视剧、纪录片、动画片四大单元。张艺谋，中评委员会主席；唐季礼，电影单元评委主席；郑晓龙，电视剧单元评委主席；柯文思，纪录片单元评委主席；乔治·史威兹贝尔，动画片单元评委主席。这么热闹呀，我们也要去。